人美戏好身材棒，这大概就是众多宅男心中女神的样子，而我们的张钧甯小姐姐正是这样的存在啊。12月31日，张钧甯现身首都机场，一身紫色花纹宽松毛衣，搭配修身牛仔裤，脚踩中筒小黑鞋，同样的搭配，为什么穿在张钧甯身上就这么好看？大概就是小姐姐那怎么吃都不胖的属性，让张钧甯即使吃再多都依旧可以坐拥骨感美，并且穿什么都好看。这天张钧甯扎着丸子头，戴着墨镜，依旧不改亲民性格，一路都心情大好。这边刚和女助理聊得火热，转头就去为推车的小助理指路，又聊天又帮忙推车，十分 nice。 虽然张钧甯生来就是招黑体质，但还是希望这么贴心的小姐姐可以早点找到自己的如意郎君，把自己嫁了吧。